我觉得这个我扫了网上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等等啊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是非常精彩的，应该是非常精彩的。其实我都有点动心了想去亲自体验体验啊。就故宫来说呢，应该说我们非常愿意啊从事类似的工作啊。我想我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肯定不会排斥这种合作啊。当然是要守正创新，是要在真正的吃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去做它，而不是用简单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概念，用一个故宫的概念去哗众取宠，那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啊。因为扎扎实实的去做好，呈现出来一个真正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产品。